偏心的韩籍老公金英敏近日到欧洲旅游，没想到日前在巴黎发生了意外的插曲。他透露某次夫妻俩正在火车上查看地图，车厢内的一名警察却突然对着他们大吼，由于听不懂法文，一开始还以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。即使警察对他们比了手势，要他们注意身边的人，偏心才发现两人已经被扒手盯上了。所有警察前后包抄带走多位年轻女子，让他庆幸直呼运气真好。偏心透露自己速度和巴黎警察对上眼，看见对方的眼神凶狠，还想澄清自己不是坏人，丝毫没有发现警察是想借此让他提高警觉。不过他也透露，警察走向他时，双方的手臂不小心碰撞到，感受到对方的肌肉很硬，笑称这样很有安全感。不料老公却吃醋直言，没有允许他触碰对方的肉。有趣的对话，笑翻众人。